一二三，耶！你们第几年来了？谁二十二年？第一代是谁先来？茶水婆。婆婆去打洗礼的就对了。嘿啦嘿啦，九十一年开始来。是啥物缘分啊？啊，看电视啊，看我讲。哦，啊，伊拢过早诶，到时阵我才五十岁尔啊，卡算我较有才调，啊，就是车哪开哪开，开到尾啊，一个奥妙智慧出来讲，嗯，啊，我卖过行，我开车来兄弟都啊。我们其实全部都在桃园机场的华航集团里面服务，我们这里面通通都是大家从里面集结出来的，我们也是一个缘分，先喝到了那个婆婆的茶，结缘茶，对，先喝到结缘的茶，后来发现只有他跟另外的。那个老阿嬷、只有他们两个、后来就跟着他们一跟就跟着12年、13年了，全程奉茶、真的要给你们鼓个掌、因为我们 UK 今年82，孩子出来奉茶。茶水婆几岁了？70多岁，足侪年。他是玩家哦、喔，规工嘛在玩，卖弯啊啦，啊都是。意见人多，意见多，咱拢为了妈祖做工课啦，无为了啥，哎，迄拢无要紧，这个心啊，认真来做，啊，替这乡丁卡啊服务，啊，妈祖欢喜，啊，咱嘛欢喜。你们第几年来了？茶车二十二年。茶车二十二年了、喔，啊，第一代是谁先来的？现在在化妆室。啊，在化妆室是爸爸。茶水婆啊，这个是他从龟山过来的茶水服务社，已经22还是24了，反正22到24。龟山是桃园龟山，桃园龟山哦。然后每年都会在哪里啊？每年没有啊，全程跟着妈祖跟着走，最后到北港朝天宫的时候会在洗手天洗手。大门洗手台右边的那个侧门，那是每年20几年下来都固定的位置。婆婆去打洗礼的就对了。嘿啦。啊，二十二年。我91年开始来啦。91年哦。对。然后二十。一年没来，一年没来了。去年是那个疫情的时候。哦，疫情的时候没来哦。啊。车有来，我人没来。啊，是啥物缘分啊？因为阮是惊大家嘛。对。啊，看电视啊，看我讲。哦，啊，伊拢过早诶，我卡算迄阵我才50岁尔，我卡算我敢有才调，啊，就是车哪开哪开，开到尾啊，一个奥妙智慧出来讲，嗯，啊，我卖过行，我开车来兄弟都好啊，我物件买，我当天我拢有啊，啊，我就传咧，啊，就甲人落来，啊，落来就安怎啊是安怎落来，因为我嘛唔知位啊。啊，落来就顺迄个路安尼行，拢是圣庙出的。反正年吼，一个小姐伫咱北港下来电吼，我讲要行过，要后底，要去烧金纸，甲我讲来，我讲要创啥？我吼旧年去恁桃园去三抓，坐一只船哦，小小只尔哦，啊。敢若有船底也无船底，我毋知马祖坐这边，爱坐这边，啊安怎甲我讲？啊，则伊迄年行共半人，执行金行共半人倒转来，啊，我足忝的，我想讲我要来困啊。伊敢若讲，我甲你讲，啊你手互我，啊手甲我摸的吼，一个气啊，直直起来，你身躯直直起来，啊我则讲会。安尼唔妈祖去甲带我来，啊！我是看电视讲，一定吼、有这个物件，啊！咱来享用食，啊！予人行路的人脚袂酸，啊较有元气。我其实大概只有跟13年，然后我们其实全部都在桃园机场的华航集团里面服务。你看到那个桃园航行不是在帮旅客搬行李的吗？开行李车，我们这里面通通都是大家从里面集结出来的。然后就我们也是一个缘分，跟着先喝到了那个婆婆的茶，结缘茶。对，先喝到结缘的茶，后来发现只有他跟另外的那个老阿嬷、只有他们两个。然后后来我们两个，我跟康都，我们两个都在那个桃园机场上班。我们是算地勤。对，然后后来就跟着他们，一跟就跟了12年、13年了。全程奉茶、真的要给你们鼓个掌、因为我们 UK 今年82，孩子出来奉茶，
看看他的精神，他就是纯服务，就是这么可爱。那个茶水婆几岁了？哇，七十一，哇，七十二，七十二啊，八十二。哦，啊，恁两个啦，那是谁？伊吼，就是我咧兄弟，啊，都路上看我足无用，遐阵是我甲老师兄两个人尔啦。老师兄是谁？刘师兄。刘师兄无去啊，较早是伊甲我带路，因为我路无熟，啊，甲我带路，吼。啊！伊看着讲，我嘛要来斗相共，我嘛要来甲妈祖捧茶。捧伊捧茶给我食啦。啊，我讲啊，我要是来甲伊捧茶，毋知好啊怎捧怎捧安尼呢？捧足侪年，足侪年。啊，是冤家哦！规工嘛咧冤，规工嘛咧冤，卖冤啊啦！啊，都是意见人多，意见多。无用啦。嘿啦，啊都无用，啊都大家意见多，啊都。为了做啦，啊，咱拢为了妈祖做工去啦，无为着啥，啊，迄拢无要紧，咱这个心，嘿啦，这个心啊，认真来做，啊，替这乡丁卡啊服务，吼，啊，妈祖欢喜，啊，咱嘛欢喜。啊，即马和好啊没？和好了。人来给我们烫茶吃，我们就很欢喜的。婆姐，婆姐啦，婆姐啦，婆姐啦，团结，团结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来团结，团结，团结，哎，不简单，这个能够因为妈祖的信仰，然后凝聚陌生人的力量，让大家从陌生变成熟悉，变成团结的，为了这件事情哦，然后一起哦，啊，来做会一起丢秀，来帮你们拍一张照。好，一二三耶！站着，好，一二三，再次我喊的哦，来哦，哎，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好来哦，来，一二三，耶！这个刚刚拿到的姜母茶，哎，这个真的很姜哎，我是说真的，那喝下去是那个姜的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哎、欸，如果你正常喝姜母茶，会是有那种甜甜的那种，但它没有，它是很姜，超姜啊，超姜。我刚喝一杯，然后再喝一个枸杞，就热了。对，它是会这个喝进去会有那个姜母那个叫辣吗？还是什么那种？一点点。对对对，那个味道非常的纯，对，很厉害。22年，哎、啊，他82岁加72岁的，对啊，两个还吵架，两个，哎、欸，有时候真的，但是越吵感情越好。我看他们两个人真的，哎、欸，可以一起这样一直吵，然后22年都还一直来。